小朋友，我们今天要用手中的这颗球玩好玩的游戏哦。我们先来做暖身，来跟着姐姐做，手手要把球握好哦。我们先拿着球球来做运动，一起来动动身体吧。好，伸长手哦。好，我们再往前面，往前面，往前面，很前面，很前面哦。好，再往下面，弯下去，子君要弯下去，放下面，看会不会碰到地板。好，我们再往旁边，要拉长你的腰哦，要做做暖身。好，再往另外一边，好，要伸长你的腰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玩传球游戏哦。现在小朋友要把手上的球从头上面传给后面的人，好吗？准备好咯，开始，小心哦，不要让球掉下去哦。好，再传回来，拿好哦，小心小心，拿好。子君来了，给一球。好，耶，挑战成功。接下来我们要从脚的下面把球球往后面传哦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开始，小心不要让球球掉下来哦，小心哦。好，再传回来，要拿稳哦。好，子君，球来了。哇，你们好棒，又挑战成功了。接下来比较难，要从腰，要从旁边哦，可以吗？开始，要从腰旁边，好，转回来，再从这边转回来，子君来了，哇，你好厉害哦！现在换这一边的哦，好，开始，小心哦，不能掉到地上哦，拿回来，子君来了，哇，小朋友都挑战成功了。小朋友都好厉害哦！今天的游戏好不好玩呢？好玩。小朋友可以在家里跟爸爸妈妈玩，可以训练身体的灵活度哦。上面、下面、中间、旁边，小朋友，你们也来想想，还有什么特别的传球姿势呢？在家里可以叫爸爸妈妈或其他小朋友一起来传球哦。